系冇血缘关系咧，但系 suppose 其实我当佢哋系即系我嘅哥哥咁样啦，咁但系中间都有少少嘅小三角嘅，咁就系同阿吴子聪同埋徐文豪，咁就系、是其实到最后会发现，因为讲我喺入面同阿徐文豪系同年嘅，咁所以就变咗原来我由细到大都叫做仰慕佢咁样嘅，系啦，似都。因为其实即除了以前爱回家之后呢，其实我没有一条实实在在的感情线的在正剧，咁所以今次都可以话是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新尝试，仲要是三角恋添一嚟就咁跟住导演就话，咦，其实我觉得呢一场可能要加个石石咁样，咁跟住之后咧，咁其实我都其实一嚟我系唔系咁想嘅，因为咧，因为其实可能因为苏发嗰阵时都同徐文浩对咗一段时间噶啦，讲烧烤啦，跟住可能系两个人一齐咬嗰块面包啦，两个人一齐咬棉花糖啦，跟住之后。跟住之后后屘，跟住我系想呕啊！即系咁拍完之后我自己即系我自己都有睇翻个mon啦。跟住我觉得一啲都唔 sweet 咯。跟住你仲要加石石，我觉得呢啲嘢已经咁呕心嘅时候，咁所以我觉得其实turn out。我同徐文浩条感情线，我觉得有少少好笑，因为我觉得我都是一个颇有意见的演员嚟嘅。先有次我觉得有啲位置我唔系好识得去修饰自己，应该边啲位置去主动去表达自己想做嘅嘢，或者边啲位置其实太主动得嚟变咗系驳嘴咁样。系啊，每次每个礼拜都要练呢个动作。咁我嗰陣時覺得係有少少日復日咁樣嘅，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嘥時間咯。點解你唔諗一個簡單啲嘅動作咧？咁呢啲話我真係練唔到咯，咁樣咯。咁跟住嗰陣時之後其實監製都有話，我嗰陣時其實教練有同我投訴你啊，話即係又話呢個演員點解咁多嘢講啊？